那绍兴没事做了，来嘛包谷耍。要半夜七点。都先凉哈，都先凉。一二，走起。等一下，把我那新疆还拿去嘛，包谷。那吃吃也还剩。有几十年没像那种感觉了，原来小的时候常听说。那是毛大了的噻。哦。你是有几十年没有毛过不得？不是啊，毛的还厉害些。今天下午哪儿包谷都拔到完？今天罗都还没拔。哇，你家那个包谷还有个人来扛着噻。哈哈哈哈哈。那夜场包谷，喊你夜场包谷拿五十箱。我嘛几十年没包谷了。我嘛拿几十年了。我们是嘛几十年的包谷。我也嘛。那个才七十年了，现在忙不上。那是个月经来忙嘛？要得。我记得小的时候，我的包围。我的包围。哈哈哈！包围哪个堆得多？哈哈哈！包围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龙门阵也摆到位了，说该开杀鸡的杀鸡，该杀鸡的杀鸡。还有个猪脚杆一起烧。今晚又是大餐了。大餐必须的，那种猪鱼难得买到哦。烧好了，弄些炮去。反正你负责洗一根砍出来，我来炒着吃。啊，我只负责两样哈。他们说洗个猪脚好难的，我的哈，几分钟就搞定了。哎，哇，这个骨头好肥呀！那个地方现在山上好受欢迎了哈，现在也受欢迎。有时候弄来收拾住那个黑山猪，就是来把它放火，那就放火了。有天地爷爷，我拿一根柴给我烧火了。要是把它整个气哈，莫熄了哈，好久没烧火了。要快点喽，要嘛完的哦。快点，要着雨了，今天没有抢包子。这段时间都是怕天冷也变哈，只要看到点变化，马上收包裹、收谷子。他说了咯，还有多少？我们那儿嘛，这那种瓜子最好吃了，它那个杆杆很甜哈。耶，你刀工还可以啊，你这样收哦。那个才很多年头了。哎。刚聊聊，我们在凉水里那么下溪噻。上次要去翁台嘛，就满足他们。哦，来人了。你慢点嘛，你要跳起来的。稍微等一下就可以了。他们教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来，快你们拿把来，我一个人弄的。就要弄那个黑凉粉的凉粉咯，你们吃的来不？这个凉粉也太黑了吧？哎，你没见过哈。我的天啊！你看一下在哪里啊？我给你上床了哦。上床了。炒青椒，炒肉。
洗了就行了。今天正好你们两兄弟一个煮一下肉，那么我一个人分一个。你们做饭是要他吧？老子炒的比较清淡了，把鸭子喷出来，好香啊！你们这又是吃粉，又吃那个粉，还吃的安逸的很。安逸那是三鲜的嘛？那是三鲜的嘛？那个特猪肉呗。哇！欢迎欢迎。嗯，酒还有哎，我来有点吃完了。今天做哪枪活路还是划得来？来，包钱！来来来来，收钱收钱，帮你不慌。来来，辛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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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。那会儿辛苦了，那会儿。今天都辛苦啥嘛？包谷啊，那些是嘛？我来尝尝那个味道啊。那个是哪个？我也来试下看。叫得动。他没得。他得动。他怕了。你先吃哦，姐姐。我吃完了。今天我个人啊，我个人来，你坐。你那坐，你坐。阿姨，我个人来呀。对呀。一个卷一坨，不要，都辛苦了啊。我帮你整好了，你帮我切切。来，妈，你要一坨吗？我不要。啊？我吃不吃？你要不吃啊？要不，要不再吃一条？好。哎呀，不，你看要让米糠那个。你看那块儿，那块儿。快切切，切的那个要。我感觉今天那些菜基本上都适合我。哈哈。好吃，好吃。身体一扫一净，晚上不会跟。啊，闷饺子不吃吗？闷饺子你还是可以跟那个鸡腿杀的，跟那个鸡腿杀的牛肉不得精油。哈哈哈哈哈。喊喊一天早喊逛去了。